生活及嘅賽事。今日嘅辯題係本港小學應取消暑期作業。對在雙方為正方，香港還輸。反方，打我哋方。我係今日比賽主席，嚟自正方嘅黃德興主講。坐喺我隔離係計時嚟自反方嘅洪曉正同學。而家俾我介紹雙方辯員，正方主辯蔡謙。香港浸會大學曾經對800多個學生進行研究，
需要打完五集嘅同學，進難發展其他興趣。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譚少華教授表示，喺教育計劃中嘅家長同老師認為，今次輸入通過開開放空間，令到孩子可以發展自己興趣，從而發掘。香港電今次輸入作業之後，先可以令到學生探索自我，放翻教育局嘅教育方針。更諷刺嘅就係、是。暑期作業亦都會影響學生嘅學業表現。有時咧，大學2014年嘅研究就發現，科研過重嘅學生喺一後嘅成績就會更差。有較少暑期功課嘅丹麥同埋捷克學生，學習能力亦都勝科研更加沉重嘅希臘同埋泰國學生。上面提到嘅浸大研究更加發現，需要做暑期作業嘅同學普遍認為自己學習水準降低，而需要嘅同學就認為自己學習水準比之前更高。可見即使喺學業方面，暑期作業本質上都會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你哋禁止。反觀全球，台灣同日本都會鼓勵學生自我學習，轉研科學、藝術、音樂等嘅範疇。香港亦都理應改善其他國家嘅部分。暑期作業本身就只係夾層疊屋，暑期本質會令學生壓力過大，亦都會違反教育局嘅小學教育方針，蠶食學生嘅自我探索嘅機會，而且亦不成立。多謝各位。正方準備費只有為3:58嘅保持持續扣分。跟住係反方準備，你有4分鐘嘅時間。
動機。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許寶強指出，大部分學生都冇動機自己學習，所以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院2022年都發現，40%嘅小學生唔可以控制打機時間，甚至小學生欠缺自我推動力，比起中學生更加冇意識去主動喺暑假嗰度嘗試新事物。多謝各位。反觀全校嘅時間為4:03嘅有超時大補充時間內無需扣分。跟住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果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可的話可以直接扣分，會視為1分。如公辯一方如想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冇問題？聲明要注意，填寫公辯分數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填寫嘅次序。若係反方分子，第一格依法填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言分數。我而家有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正方派出主辯，你自由挑選反方一位辯員，跟住就得上質詢。正方挑選咗反方辯辯。正方公辯可以開始啦，兩分鐘嘅時間。咁我不見到就係靠自然面對作業，就先再決定。就是一些抄寫式、一些報告式，就用方式寫嘅。咁點解？咁我都唔明白啦。舊一小學，我都唔知道舊一小學培田小學石圍個小學自己都講緊呢啲。有學所講呢啲自主學習嘅一啲嘅計劃，就係叫集咗咯喺我哋教授嘅定義入面。今日我哋可以見到就喺佢哋網站入面，一啲抄寫式、報告式嘅作業咧，就係叫選擇作業。而第二啲透過啲自主學習嘅平台，或者一啲自主學習嘅一啲計劃，就叫集咗呢啲嘅。呢點我方確立啦。我同學承唔承認？我哋頭先我喺主要所講，每人要自評，佢哋每日要用3個鐘去做書面功課。我覺得呢個合法嚟。我方唔明白，你咩選填作業就等於你所講嘅集作？咁舊一小學、小學成個小學。咁同學唔好再嚇，就係喂，咁我見到就係教授同你講話，呢啲係集作，而抄寫成埋啲報告成實功係作業。咁我再問你啊，你當承唔承認？如果每人跟小學生每日要用3個鐘去做書面功課，呢樣嘢合法？集作同暑期作業有咩分別？我唔好再俾我問得最後一次，3個鐘去做暑期作業，有冇合唔合理？喂，用3個鐘頭做暑期作業，正正就係因為暑期作業太多嘅問題咯。冇錯，有啲學話唔合理。咁有啲學話，我想問下你話第一學主任提到就話減少可以控制到，但係學點樣可以減少？係學校自己決定嘅時候，但係我根本就唔可以限制佢哋。咁佢根本就冇辦法去限制嗰啲學校。咁減少呢個方案係唔成立。咁我想再問就係，就算我哋調查員分有21%嘅同學係覺得功課壓力大，咁佢壓力大甚至有抑鬱嘅情況底下，咁三日咁有乜同學仲覺得呢個現象合唔合理咧？我方唔明白點解教育局限制唔到佢點樣包括暑期作業？咁可以點限制咧？佢包括啲指引咯，我方明白。有咩指引啫？今日如果教育局同你講話，你就不俾一份。
我書面作業，但又唔可以轉型去其他類型嘅書面作業。而家問題就係你連書面作業嗰個數量同埋嗰個類型都係唔可以決定嘅時候，所以我所以有冇同我奇怪啱先又可以定義，而家又話唔可以定義，我唔知講乜嘢。其次就係啦，有方同學咧同我講話咧，而家好多書面作業用三個鐘去做，咁減少書面作業咪得咯？又要取消曬所有書面作業。唔係啊，而家就係睇翻宏觀上嚟睇，學生已經有十個月去做書面，去做好多嘢。你嘅問題係佢用三個鐘去做書面作業啊嘛，咁我哋減少冇三個鐘咁多咪得咯？一要一分鐘都冇。你可以點樣減少？減少到可能三十分鐘，你同我講，而家一定要取消先。問題就係教育局唔可以自己決定。那個暑期作業，我明白啲教育局可以決定取消曬所有學校暑期作業，但又唔可以決定轉型去其他暑期作業同埋教師時間。最偉大家好先，我有方同學定義問題。有方同學今日咧，佢係承認曬機械式嘅功課或者係填鴨式嘅功課咧，係唔應該存在。佢就係講緊咧，要將啲功課轉成啲探究型嘅工作咧，佢呢啲書籍作業咧就應該存在啦。但係咧，我都睇翻有方所講嘅定義咧，係嚟自台灣，而香港對於呢一個書籍作業嘅定義咧，本身係講緊教育成嘅報告，我哋睇到佢哋嘅用字都係好嚴謹。作業咧係一定要包含書寫，而其他咧所謂有科所講嘅探究咧係要功課，係叫個習作。嗱，有科咧，如果今日咧你唔睇教程嘅定義咧，可以睇翻現況嘅。大部分學校咧佢嘅書面功課咧就係點啊？就係叫啲學生去書面喺出版社度買練習簿，或者佢自己出一大堆考古練習嘅時候咧。所以咧，但係而家有科嘅邏輯咧，就係因為覺得學校叫學生做嘢咧就係要作業噶嘛。咁如果係嘅話，有咩係要作業啊？例如香港華藝書院去強制要佢強制中一新生咧要去學樂器嘅時候，咁呢樣嘢又係唔係叫做作業咧？所以咧有方明知自主學習嘅部分咧唔算係功課，唔算作業嘅時候，只係為變而變，佢夾硬將呢堆嘢咧係納入作業嘅啫。而第二點咧，有方咧就講到話，而家學生而家小學生咧，你佢控制唔到自己打機時間，佢冇辦法進行有動機去進行呢個自主學習。但今日香港基督服務處同你講話，佢同香港浸會大學做咗研究，就係話當取消個長假期嘅功課之後咧，啲學生咧佢會自己識去學去學一啲佢哋有興趣嘅嘢時候，譬如我方主面提到去寫中國茶，去學乒乓波等等，所以咧學生有動機去進行自主學習呢樣嘢咧，我方已經確立咗啦。咁所以其實咧，我方咧唔係反對緊咧功課嘅作用。但個問題就係咧，你考慮到小學生佢一年已經有十個月要翻學同埋做功課嘅話咧，你暑期作業佢本身嘅出現咧，已經會成為呢個過度嘅操練。嗱，就算係再退一萬步嚟講，你吊頸要唞下氣咧，你連暑假都要逼學生做暑期作業嘅話咧，係會令到學生抑鬱或者有壓力嘅情況存在。而浸信會調查顯示咧，應該接近四成嘅學生咧，佢小學生係已經有壓力抑鬱啦。咁所以有分同學，當學生有壓抑鬱嘅時候，佢仲可以點樣專注喺學習度咧？而加上我方主辯已經同你講咗，過分操練係會令到學業倒退嘅時候，書面作業嘅價值喺邊度咧？嗱，再者啦，教育者咧係應該要去發掘學生嘅潛能嘅。平時學生要翻學，所以唯一一個發展潛能嘅時間咧就喺暑假。但係暑期作業嘅出現會令到呢啲機會都冇咗。有學校就話暑期作業總之佢話探究式嘅作業咧可以幫助佢哋去進行自主學習，但係有科學乒乓波、砌中國茶、煮飯呢啲嘢，可以點樣透過作業嘅形式存在？你點樣去上堂嘅期間用呢啲用咩形式去同個老師講話呢個暑假學嘅嘢咧？呢個有科學都要去論證。咁所以咧，當所以冇咗暑期作業嘅情況底下，先至可以令到學生去按自己興趣學習嘅時候，先可以達至個人成長。所以我建議咧，取消暑期作業之後，先可以令到學生去做翻個探索自我，所以變題型成。剩多一半嘅時間，我哋三分十秒有超時，大家填充時間，我唔想扣分。跟住，盲方第一半變咗三分鐘。
做唔到。但問題就係教育局有冇話佢要取消暑期作業？其實佢自己都冇論證過可行性嘅時候，所以今日雙方都論證過可行性嘅時候，點解又可唔可以咁雙重標準，係要求我方必然要論證教育局能夠做得到咧？反而係有方你自己有冇交代過你嘅可行性去咗邊度咧？再睇第二點定義啦，今日又喺度後場話咧，作業嘅定義係要包括書寫，問我方能夠如果乒乓波嗰啲啊寫完之後可以點樣去到一個著面即提交？好簡單啫嘛，點書寫咁我咪寫翻我經歷嘅報告，我喺呢個暑期究竟學到啲乜嘢，將我嘅所有得著寫翻出嚟，咁咪可以書寫報告嘅形式作為一個暑期作業咯？點解做唔到先？而家見到嘅就係正正見到石圍角小學啦，要求學生自由設計產品，甚至培橋小學咧暑期要求學生進行自行研究，例如研究啲新品，通通都係要學生再提交翻報告嘅時候，提交完報告啦，又要書寫啦，係咪就符合你暑期作業嘅定義咧？所以今日定義上我方自主研究同樣都係作業嘅一種，定義上咧已經解決咗。再睇入方論點，第一個論點，有方論點咧好擔心話而家咧暑期作業太多，學生壓力好大。我哋舉例，而家咧學生要做3個小時嘅暑期作業每一日，所以就好辛苦啦。但問題就係佢自己舉出咩咧希臘嘅報告講話，只要咧我哋有少啲嘅暑期作業咧，其實學生咧個表現都可以好好，都已經可以足夠嘅時候。同樣，所以好簡單嘅就係點解今日唔能夠透過減少暑期作業去解決佢哋所謂壓力大嘅問題咧？呢、這個有方請反省咧，後場交代清楚。再更甚嘅就係咧，正正就係因為有方定義上嘅錯誤，所以佢誤以為暑期作業一定係啲抄寫類壓力大嘅功課，但錯咯。原來見到以為小學為例，暑期作業咧就係要求學生定立學習目標並且實踐，最後再提交報告。同樣地，見到小六嘅佩林同學咧，就話完成咗呢個計劃之後，令到佢感到好開心，甚至見到就係咧甚至見到培橋小學嘅會要求學生可能自制下風扇啊，佢哋啲學生同樣都係話可以由自己嘅興趣特長出發，能夠做得好開心、好冇壓力嘅時候，唔明白點解喺你眼中暑期作業必然係壓力嘅代表。所以有方咧，唔該你反省去到後場交代清楚，點解暑期作業必然係會增加學生嘅壓力？而更甚咧，有方好擔心話而家學生咧其實唔係嘅，佢哋識得自己去發掘，識得自己咧就算冇暑期作業都好啦，佢哋識得自己去發掘，會識得有動機去進行學習。
書業作業呢，可能是今天真正要討論書業作業。其實香港一直呢，而香港的教制都令我誤解的，就是覺得操練越多學生就越好，而成績差就一定因為操練不夠。咁所以暑期作業呢就全在帶在呢度。但我從來冇諗過，我成績差正正就因為好似前面所講，啲操練一過到，反而會出嚟反效果。其實話俾你才華根本唔係學業方面，而事實上學校學生成長唔係淨係在學業嘅，仲有自己都提過啦。教育嘅宗旨係發掘學生潛能，俾佢哋發展自己嘅興趣。而暑期作業嘅存在就暗示緊，放假太多時間咪攞嚟做功課，成績唔好咪趁暑假操翻半句，將好明將教育延伸到學業方面。咁就對於啱啱講音樂、體育、演藝有潛質嘅學生，如果話唔使讀書，但係如果連暑假時間都佔據埋，就完全埋沒咗發展潛質機會，違背教育遮過充足浪費你嘅人才。最後想講嘅係，小學生一年有十句都坐喺書房自學習，其實已經好足夠。暑假兩句係可以平衡其他方面發展。而當暑假暑期再到，你簽名生日獎就取消對我。
知，雙方咗3分鐘發言時間。當我方嘅發言時間用完之後，每人會宣布兩方成員嘅時間。雙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環節完結嘅時候，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可以即場提出。屬實嘅話，該辯員所屬嘅一方將會被每位辯員扣除分。請問各位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先派一位辯員發言。小六嘅學生，每人都指出完成一啲自主學習咧，令佢感到好
要立一條法例，你都有啲校長去支持噶嘛，係咪？咁而家啲校長到都冇人填鴨式教育，而家啲校長會支持你立條法例去取消所有暑期作業啊？我哋先，而家家長、學生都支持唔做抄寫即係暑期作業嘅時候，呢、這個群體遠大過你所講翻校長時候點解做唔到咧？調翻轉，如果有班同學要即係有班同學唔可以搶。他说我学生压力大，为什么是
未有自發學習意識的小學生，是不是不強制真的好像你講到那麼好呢？甚至今天有很擔心呢，我興趣方面呢，小學生呢，我覺得自己發覺興趣啊。但我不明白，你要論證一個小學生呢，沒有了暑期作業就不會選擇放縱，他開個手機來打機，而是老老實實好像你主管一副全場只得到個例子咁樣，哦，就每大學去打乒乓波啊，去學中國茶，就係中國茶咁樣自我發展啦。所以其實咧，我一直講噶，原來培橋小學啦，好似培橋小學、惠利小學、救恩小學，通通都做暑期作業做得好輕鬆嘅時候，我方唔明白點解你轉型做探究式作業咧，突然之間就會多咗一啲壓力。其實暑期作業嘅改變咧，背後反映上嘅咧，唔單止係程式上面嘅改變，由抄寫去到探究式嘅改變。更加嘅係香港整個教育制度改變啊！有方主辯全場都強調緊，原來香港咧教育制度有潛在性。壓力，但係你又透過呢啲學校指令功課，令到佢產生壓力咧，其實有不同。
收緊入温堂，而家仲要繼續話啲學生唔會肯，唔會自己去探索。所以入温堂今日全球咧，單純就真係為見而啲，佢所有嘢都冇去睇現況，冇去睇暑期再點喺香港究竟係點樣嘅現況，佢冇睇啲學生其實原來係真係可以自己出去嘅，佢都冇睇嗰條暑假係俾啲學生去自己探索，所以今日變成你。正方點面發言時間為4:05，有少少兩分鐘時間落需扣分。比賽嗰一段落，體育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只可以評判只需在今日8位嘅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嘅3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為填30，次佳填20，剩低為填10分，剩低有5位同學唔需要填寫。反雙方可以各派出一位台下的代表去監察比賽過程。
但係個例子係唔係咁足夠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反方咧，其實你哋嗰個攻擊咧不斷對標得好行嘅，即係好符合你哋角色，就不斷攻擊對方啦，就係攻擊佢哋嗰個嘅定義點解佢唔夠食啦。咁而正方不斷去重複就係因為香港啦咁樣。而你哋將嗰個定義就放寬埋，放寬咗就係其實唔需要上司，唔需要標靶去處理，係啦。但係可以再進一步做多啲就係咩？點解要強制性咧？即係點解一定要功課咧？你講到其中一樣嘢就係原因，因為嗰啲藥劑家庭，啲家長係唔識學嘅。你唔強制俾佢嘅話咧，啲學生就係乜嘢都唔做㗎。因為佢哋未必有足夠資源去學嘢。所謂啲咩打乒乓全部要簽嘅，佢哋未必有。或者個家長幫佢簽名，幫佢去報名嘅話，佢哋都唔有，就會留到其他。咁其實你用翻同人哋啦，係好具體實質嘅例子，所以點解唔應該取消？因為係從弱勢嘅家庭個角度出發，因為有錢家庭屋企人就會幫曬佢，幫埋成個暑假去旅行啊，學啲乜學啲乜嘢啊。咁依一個咧，佢可以繼續好快樂嘅時間學習當中，就留喺弱勢家庭係得嘅。跟住咧，其實就亦都係欣賞反方嗰度咧，個反應都好快。你去搏嘅時候，等下先啊，仲有就係，係咯，能夠去觸到個漏，對方嘅漏洞啦，即係有功課係咪等於冇時間去學其他嘢咧？呢個你觸到佢哋嘅漏洞嘅位置嚟嘅，呢個都係拎分嘅位置。咁啊，我聽到呢度啦，下邊其他人啦。可以打嘅位，但係呢個位可以打，亦都會重複花，就係即係譬如。
法律長遠嘅方式去處理佢。咁點解咁講咧？我自己覺得我想詳細少交代第二場比賽啊，場上交鋒我都係場比賽，但係坦白講，如果我以我個人評判嘅標準，呢場比賽係場幾難評嘅比賽嚟。咁所以到最後我其實係分子我唔知道有邊啲人嘅，因為尤其而家佢圈圈啊。但點解我覺得我唔知俾咗邊邊贏？係因為我覺得場辯論比賽雙方處於如果用各自用個説話去詮釋，我覺得正方係現實而不理想，而反方係理想而不現實。咁點解咁講咧？我覺得喺操作或者喺場上交鋒上，今日反方喺操作上比較佔優，但喺主線制定同埋設計同埋使用上咧，我覺得今日係比較傾向正方嘅。所以我今日懷疑辯，我即係喺懷疑辯嘅賽制入邊。但分別因為如果要場上交鋒，我會覺得反方佔優。但如果喺內容制定上，我今日其實我會比較傾向正方。咁點解我咁講咧？我先解釋，因為我覺得正方係現實而不理想咧，係因為正方其實今日嘅主線建構，我同意前面評判講咧，係符合我對現實嘅構想嘅。因為大家試諗下，如果呢條辯題加咗以下嘅字眼，正方係咪得正得滯？本港小學應取消現時的書。其實某程度上，反方應該係唔反對，因為反方都係嘗試托付另一個世界，就話俾你聽，現況底下嘅暑期作業其實通通可以取消嘅，亦都某程度上冇反對過現況底下嘅暑期作業造成壓力嘅，亦都冇反對過現時嘅小學生其實係有三個鐘頭。嗱，點解咁講？因為呢一堆嘢係因為反方都係嘗試制定緊嘅係另一樣嘢啦，因為嘗試托付暑期作業嘅定義，就話俾你聽，我今日要取消嘅係。現況嘅可以通通未取消不緊要，咁但係我哋可以建立一啲新的暑期作業，因為我哋點題要討論核心咧係取消暑期作業不是現況。OK， 唔緊要，我哋將呢個學稍後討論。咁但係單從正方，如果你想今日係講我哋應該取消現時的暑期作業咧，我覺得係未夠嘅坦白講。嗱點解咧？我覺得你係描述咗現況有好多顏色三個鐘嘅做功課，但係作為正方，我覺得爭少少嘅係咧。即原本啊，我聽完主線咧，即主辯稿咧，係因為例如點解三個鐘頭等於啲學生而家喺暑期做功課嘅作業壓力好大，而個壓力大過係需要嚟取消，即例如抑鬱嗰啲咧，我坦白講，我覺得係未到嗰個 level。OK， 咁如果我期望正方如果今日真係要講多少少，因為假設今日嘅辯題係假設，今日如果反方係同意討論嘅現有嘅暑期作業，係咪真係造成好大壓力啊？係咪有即因為隔離嘅其他隊係打緊暑期作業，都有佢學習上嘅功能㗎嘛？咁我就覺得正方其實就未去到真係壓力大到佢需要被取消。但由於反方都無除反對現況被取消啦，咁所以我即係呢一個可以話先天地其實正方係證成咗而家嘅呢啲作業係應該被取消。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咁至於正方講話作業為用香港教育城嗰樣嘢，我覺得處理上咧係可以更理想嘅。我一陣就會喺定義度再講，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戰場其實雙方爭大定義度。咁而至於反方即正方第二個你哋好大想推嘅論點叫做削弱咗探索嘅機會，而科難以幫助到佢哋發展嘅，咁我咧略嫌都係停留咗喺。你講 BU 嗰806個嘅，即係嗰所謂研究員，有好多人都會因為冇咗暑期作業而從而自己去發掘。我其實期望聽多啲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呢度咧，我係覺得後半場交鋒雙方其實呢個係一個真正嘅交鋒位，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雙方都唔反對啲學生係應該自主學習噶嘛，大家都唔反對踢波啊，係咪？大家都唔反對打乒乓波啊，係咪？咁我分別講翻就好似正方建議嘅就係齋打乒乓波、齋踢波就好啦。咁反方覺得唔係。我可以將乒乓波同埋踢波呢樣嘢都以一個作業嘅形式作為一種學習活動嘅。咁但係我覺得正方其實假若真係咁嘅話，我會期望，因為當然啦，正方有嘗試挑戰過反方，但我覺得最後唔多，就係細個其實大家成日都睇，大家打機都中意啊。但假設如果有一日要你將打機寫做一個本科啦，即係調翻轉，我講下打機啦，大家都中意打辯論嘅。如果翻去教練每人都要大家寫翻一份每場辯論比賽嘅。即係反思兼且學習嗰啲咧，我相信大家對於辯論嘅厭惡性係會提高嘅。但係我覺得略嫌正方對於你自己本身想講嘅嗰個自由探究嘅好多嘢咧，其實講得唔夠豐富嘅。我覺得佢都見有嘗試啲嘅，但我覺得未夠。咁所以坦白講，如果齋以主線嘅建構嘅嚴謹度同埋即係成個推展咧，我覺得正方係合理，但係未去到可以說服到我啦。但係相反啦，我覺得今日反方。
夠做得完。但係講翻啱啱點解我話係不理想，即所謂我覺得係理想而不現實咧？咁係因為我覺得你哋講到你哋嘅嘢，但坦白講，你講嘅嘢其實內容上唔係一啲我會覺得完全合理。第一，我覺得你冇即先講佢主線嘅選擇。我可以話既係聰明，但都冇變，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今日反方討論緊嘅本港小學英才消暑嘅作業，其實你哋係討論緊本港小學應改革暑期作業，因為原則上你係同意咗現況嘅暑期作業應該取消咯。咁我問一個問題 ，What if 如果我係一個評判，假設因為今日你哋都嘗試喺定義上面去拓闊暑期作業嘅定義，話作業唔單止係操練性。咁但係，如果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我係一個假設，我係一個定義不足嘅評判，我就相信暑期作業只係包括文字操練，即係整方今日表述緊嘅現況嘅作業嘅話，咁現況嘅呢啲暑期作業係咪應該係取消？即係如果我唔接受你哋講緊嗰啲探究性嘅暑期作業嘅話，咁你係咪有一個風險可以係你哋嘅立場會 strike out？ 即係我可以唔接受你往後講嘅，係咪有一個咁嘅風險先可能？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當然咁樣揀唔係唔得，但係好啦，咁我亦都唔會因為咁而單純定義上面去俾你輸贏，咁我哋往後推展啦。咁我定義上面，對方其實今日覺得正方對你嘅挑戰，首先前半場大家就有拗係咪教育成績，係咪香港台灣，其實我覺得呢啲唔係最重要核心拗，而係我覺得佢後半場其實最重要的定義都有出現嘅，不過我覺得正方冇做好多，我覺得佢可惜嘅就係自由辯論，有時你都想翻轉頭。直接用一個官方權威定義就去 strike out 對方，但我成日話下邊唔得噶嘛，係咁，所以正方反方都會嘗試要你解釋嘅。喂，咁你嘗試講下點解你嗰啲叫作業，我嗰啲唔叫啊？咁但我覺得佢一個位其實幾有趣嘅，就係、是、正方都會即正反雙方係同意咗一樣嘢，就係有冇書面報告。反方就嘗試話啦，喂，其實個關鍵都係咧，我可以照樣做咩乒乓波啊嗰堆嘢噶嘛，咁關鍵有冇書面報告係咪？其實正方某程度上一度你係接受咗呢樣嘢。咁我期望雙方就應該去同我討論嘅嘢，好重要嘅嘢就係：假若如果今日嘅暑期作業改變咗，即係我先講定義啊，即使我可以唔一定純操練，但我都一定要交書面報告啊。我係正方就應該跳落去打，去問多啲，就好似頭先嗰啲咁啊。喂，如果好似你講啲做完打完個乒乓波，咁真係要寫份書面報告喎，同現況有幾大分別咧？你諗下啲小學生，即係如果你話我做完你個活動之後，我都必然要花可能都係幾粒鐘落去寫份。是不是真的做到對方講的探究效果呢？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今天正方在處理反方很多這些問題上面停留了在定義之爭，但其實都比錯得往後推展了，即正方其實可以多一些跳下去反方的定義，就是好雙方今天都說的即是書籍作業其實是一定要有文字書寫，其實同現況有什麼大分別？我覺得正方就應該多一些去調整反方的東西。第二，我覺得反方有哪一樣東西我覺得相對來其實今日處理嘅都係呢個話同現實有少少脱節咧，我會大概咁樣比喻嚟講就係，今日反方想建構嗰樣嘢投資，我就算當你嘅邏輯係可以成立，但今日講起上嚟，我都有少少超現實投資。我今日同你講，香港應該禁賭，反方嘅立場係咩咧？你話咗，其實賭博有好多形式，禁賭都不必然係即係傾家蕩產嘅嘛，其實少賭都可以。所以我哋今日唔應該全面禁賭，我哋應該鼓勵節制賭博。OK， 邏輯上成啊，今日反方講邏輯上，你哋想講暑期活動也可以，如果我哋只係規定啲小學做有意義同有價值嘅暑期活動，我覺得你上唔上成啊？嗱，聽落去作為一個老師或者前線嘅老師，我覺得個遺禍感在於咩就係，你與此同時其實係完全同意曬現況底下所有小學都係處於一種填鴨式同埋操練式。如果今天我真的當今天的辯題是因為反方今天有少少似一個正方，因為你見即因為你同意咗現況嘅取消，你係好似想建立一個新制度嘅話，咁其實嗰堆嘢，我覺得正方今天其實可以更加多挑戰反方，係唔真係現實？你覺得可行 ？OK， 因為你哋其實一個可行性嘅討論都好淺層嘅咧，就係政府可唔可以立例去規管定係取消咧？呢個我覺得先天性就係正方邏輯上嘅理解嘅取消一件事同我去規管一件事。但正方其實可能會問多啲嘅，即係按照反方嘅邏輯。如果我今日真係要成為一啲全探究性嘅，我點樣規管？我點樣定義？我點樣要求小學去做而達到你嘅效果呢？因為你有冇留意，其實今日條辯題有少少似係正反逆轉㗎嘛？因為反方即係正方話取消，
但馬方其實今日更加係似係一個改革，因為你有一個具體方案。咁但係我係正方度挑戰好多啦，你現實當中有幾理想啦？例如我會問啫，你都好同而家啲家長嘅學校好搶啊嘛。咁按照馬方嘅邏輯，香港轉曬做啲探究式嘅話，你估下個家長會唔會搶啲學生做暑期作業？定係啲暑期學生可以好自由嘅選擇？呢、這個就我覺得今日反方點解我話邏輯上你哋可以咁答，但係如果當你今日完全同意曬香港現實生活上，其實啲暑期作業或者小學生係面對好大壓力嘅話，咁呢個可行性其實可能你會面對好多嘅法律挑戰。例如你哋有兩個論點嘅，就係、是、自主學習同埋即係呢一個嘅學生主動性。自主學習嗰樣嘢，其實我聽落去除咗主辯提過咧，其實我覺得正方今日亦都少挑戰對方呢個可行，即係自主學習。但係佢講緊嗰啲探究式咧。話平日啲課程好忙啊嘛，咁然後啲學生咪可以自主探究一個即係做課程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問過下啲老師咧？早幾年前通識咧，其實係有即係而家冇通識科一節買啦。但通識科推行頭嗰幾年咧，係曾經推動過一樣嘢嘅，叫做即係自己去揾個 topic， 即係 individual study 嘅課程，或者你哋而家似做 SPA。其實對於好多老師而言咧，做呢啲探究式咧，係往往辛苦過做功課。點解？因為呢個探究式，你要個學生有意義咧，我成個 process 係需要俾好多嘅資源，我係需要俾好多好多好多嘅資本佢。坦白講，即係翻返頭先有兩個評論都有提過，每個學生其實個家境或者現實生活入邊，學生其實係好多唔同嘅家庭背景。其實要推動一個有效嘅自主學習或者探究式學習。其實背後涉及嘅資源同埋老師，即其實真係即大家理想就放養啲學生自己出去做嘅嘛。但係現實生活入邊，其實要令到一個有效嘅探究式學習達到對方可能嗰啲教育目標咧，其實需要花嘅資源同埋空間時間係更多。但可惜即今日正方當然啦冇選擇跳入嚟去同你帶呢一類嘢，所以喺評分上我冇喺呢一方面即去俾好多反方嘅即扣分。咁但係我會覺得今日其實反方，如果我今日單純一個主線建構嘅合理性或者同現實，我覺得係會其實存在住好多嘅疑問。而啲疑問，假若真係受到一啲明確嘅挑戰同埋即係多啲嘅攻擊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反方需要解釋嘅，其實因為例如個正方結辯咧，都開始會攞多啲，即係有時候咧，今日正方唔係好捉到腦殼，你會質疑咁樣嚟問對方兩句。喂，多咗你嗰啲文字係咪都係等於啲學生冇壓力啊？其實我覺得就係冇跳落去真正地去打呢句，同埋冇真係跳落去。咁所以今日其實真正除咗定義上，我自己覺得交鋒即係只係停留咗喺作業，算唔算係？我覺得可以再進一步去問多啲。其實作業實際上喺現實生活，假若當就算反方嘅立場成立，咁係咪真係行得通咧？我覺得其實可以再咁。當然，如果行通嘅，得出嘅結論就係取消會唔會係一個更加切合實際情況或者更加可行嘅做法咧？即係當對方嘅理想其實喺香港嘅啲空間底下，其實好難實踐，或者實踐完都係做唔到嘅時候，咁咪取消咯。OK。咁第二，我覺得真係啦，即係除咗定義交鋒啲強，即係今日第二個戰場，其實在於雙方其實今日都比較少真係去觸及緊呢個背後嘅一種價值觀，因為我覺得。正方其實想講嘅價值觀係自由俾學生選擇，例如係佢嘅活動嘅嗰種心態，即係我頭先有講。但係當然反方跟我自己都略言，當今日你只係停留咗喺學生嘅主動性，即係有冇主動性呢一個層。咁我覺得呢度其實雙方都有資料嘅，例如你講得四成同兩成，就等於小學生冇主動性。咁反方亦都有個即係咁大嘅資料，其實你哋都冇回應啦，即係冇乜即係挑戰過，但係嗰個有一扎學生其實都係。咁我反而覺得場比賽反方即係除咗講嘅就係，因為你哋相信自主學習或者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學生互動機，我覺得呢個先天性其實反方都可以早少少扣聯嘅，就係條件係講呢個小學生究竟喺現實生活或者我哋講嘅現況底下，當今日我哋冇所謂，即係我覺得反方有變嘅例如我哋今日學校就係我記得一副就係就係我哋今日就係要透過強制手段去讓某一啲學生。去做暑期作業，否則今日完全放養式答題效果理想。咁我會更加期望，無論係正方想講嘅自由放任，俾小學生去處理，到底實踐咗之後會帶嚟咩結果？同反方呢種有家庭或者我覺得有街拉式，我哋需要多少少嘅即係指引，
點解係一種即係更比對方更加優越或者更加符合現時情況嘅一種描述咧？可能雙方去到見面嘅時候都比較少描畫啲 picture 嚟講，即係例如反方有冇描畫到嘅就係，例如喺小學生佢哋自由選擇嘅或者自制能力較低嘅時候，呢一種指引其實我哋嘅模式會帶嚟到培育到一啲乜嘢嘅類型嘅學生咧？例如正方你哋有冇想培育啲咩人咧？咁我覺得喺推展上面其實都可以雙方之間做得多啲。OK， 咁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咁但我欣賞到咧，場上雙方都快嘅，咁好多時候都好快捉到對方該打嘅，所以我覺得個場上交鋒係緊湊，冇乜一啲我覺得雙方講得完全唔對嘴嘅，只不過有時嗰啲推展打起上可能一個位打咗，我覺得該推進，大家有時會即係炒冷飯翻翻轉頭，又即係有時大家打到某個點就停咗，咁就冇再將嗰樣嘢去攬翻自己嘅，即係呢個雙方都存在，咁我覺得依家交鋒就做得更好，咁所以。總的來說，我自己覺得這一場都算是一場我覺得交鋒緊湊的比賽，但是雙方都各自有一些可以思考或者是再看如何做得更好的地方。 OK， 咁我大致上對於今日比賽的看法，雙方的各自有些問題都可以再討論。今次都是評判寶貴的意見，而且由我宣布賽果，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因為的最佳辯論員是反方以至於今日嘅賽果，正當得票